红毛猩猩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红毛猩猩。红毛猩猩是世界上最大的树栖哺乳动物。红毛猩猩是亚洲唯一的一种类人猿。跟人类一样，它们有32颗牙齿。它们有向前的眼睛，可以聚焦在同一个物体上。红毛猩猩的英文名是 orangutan， 它的意思是森林里的人。就连指纹也跟人类的很相似。成年雄性有蓬松的毛发、巨大的喉囊和凸起的脸颊。